好，各位老师准备上课哦。好，那我就继续喽。好，那个刚上一堂哈。 呃，老师问说，那个课本的城市教学步骤跟心智图怎么做搭配？哈，那我会觉得那个心智图啊，呃，是最好跟学生一起做，好、啊，就是学生要跟着你实做那个心智图，这样因为做做做过才了解哈，因为我们是搞创课的哈，你去看那个各种教学理论哈。 实做，经过他实做的东西，他才比较容易记得。哦，那这也跟我们创客教育有些关系哈、哦。那有机会再跟各位讲哈、哦。所以你准备好，你很好心，你把所有的菜都准备好了给他，他的大脑是不领情的。所以你要带着他把那个东西做出来，让他自己去体验，那他才会变成身体的经验，啊、哦，才会牢牢的记在脑袋里面。 所以带着学生做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就继续呃进度哈、哦。好，那麻烦各位把那个两只老虎的广播版把它打开。哦，两只老虎的广播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做练习啊，但是各位先看一下这个部分。 好，那刚刚讲系统拆解哈、哦，那其实呃，我们上课就还就会变成说，你上课会有呃比较模组化的部分哈、哦。那所以像刚刚以刚刚那个两只老虎的例子，我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模组，一个模组。好，因为哆瑞咪哆哆瑞咪哆都是有重复的嘛，所以我就把它抓出来变成一个模组。那抓出来变成一个模组之后， 呃，如果你是用广播，就给他呃定一个广播的名字，好、哦，然后那个咪发嗦也是另外一个广播，然后嗦啦嗦发咪哆呃咪瑞还是咪哆咪哆啊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模组，然后哆嗦哆另外一个模组，那这四个模组，好、哦，你就是这首歌里面其实就是这四四个段落而已，好、哦，它只是在不同不断的重复。 好、哦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你的主程式，就会变成这样。这个就是哆来咪哆，我只要呼叫它，哆来咪哆，呼叫它，哆来咪哆。所以你的主程式变成这样哦，那你就会发现，哎、欸，这不就是系统拆解吗？这边就是看到各部门的长官而已啊，各部门的组长而已。那事实上，组长要做的事是在组长后面自己去处理。 好，那这有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就是说，呃，像我们在写动画的时候，你一开始你要安排剧本，好、哦，安排剧本。那你剧本安排好之后，那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同学就会开始一直拼命拉城市，啊、哦，那有经过训练的同学，他会先把哎第一幕开始，然后第二幕，呃，第一幕结束。 第二幕开始，第二幕结束，它会写成固定的模组，好、啊，然后你直接看主程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的条理是一清二楚，好、啊，所以这是有另外一种方式。那等到你那个学生如果说他是比较进阶的，那你在像这个有重复的模组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把它变成，啊，把它变成这这种重复的结构。当你在教结构的时候。 教那个演算法结构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变成这样。好、哦，再重复两次嘛，那、哎、你这个就可以拿掉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的教法它都会有不同的阶段、不同的演进。那看你这一次要教它的是什么啊、哦，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。所以不是一次从头教到教到完啊，做完程式就算啊、哦，都都可以在第一版。哎、欸，今天练习第二版。 明天练习，哎，请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改成第三版？好、哦，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。好，那要给各位的练习是这一个，请你打开呃九九乘法的原始乘式。好，现在要请各位练习一下哦。 好、哦，我们讲了这么久，终于换各位动一下了哈。好，呃，这是一个很简，呃、欸，应该不要说简单了哈。那个出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上课的老师里面还没用过、还没学、呃、欸，还没用过 switch 的老师有没有？请帮我加一一下好吗？ 我我要看我我要讲到多深入好，好啊，如如果不多的话，如果很多，我们可能就会稍微再放慢一下。哦，还好没有很多哈、哦，那嗯，我想各位老师那个跪屈哈，真的很简单哈、哦。 我我的习惯是这样子的哈，呃，我一二三四六位老师，我一开始教贵曲的时候呢，我的习惯是等我一下，针对那个第一次第一次上课的老师啊、呃、学学生哈。 我会用非常简单的方式，简单的跟他介绍。呃，这是前台。我我们写规矩的概念是，你把学生，呃、你要让学生催你催眠学生哈、哦。各位同学，你现在是李安导演，你是导演。好、哦，你不要把它当做工程师的方式来训练哦。你是一个导演，这是你的舞台。 前台区，这是你的呃后台，所有这场戏里面要出现的角色，都要在后台做好准备。然后呢，每一个角色他的脚本就是城市的地方。好、哦，那他的表情，他的这个呃肢体语言，好、哦，他的动作，他的衣服啊，什么行动，他的各种不同的长相。 这个放在造型这边，那要发出的声音、音效、录音的部分就要放在这边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准备每一个角色的脚本的地方。那左边就是城市城市积木，那每一个颜色代表不同的分类。好，所以你想要它，你想要它做动作的时候，你就要去找动作类的积木，然后它就要自己自己翻一下这个颜色的积木。 好、啊，想要他发出，呃，做一些运算的时候，我就去找运算的积木，好，所以这这样子，他就很容易去找到他要的东西。那他的定位清楚，他是一个角色，他就可以为这个角色去安排他要做什么。好，他就比较清楚，就不会像那个工程师的思想比较死板。那呃，我会比较建议各位，就是平常上课还是用。 离线电脑版，哦，然后呃，当然你呃也可以两个都用，哈、哦，就是行动平常用那个呃浏览器的版本也可以，但是有时候网络不稳，哦，用那个会有状况。那我我个人是这样子，我自己在学校教课，我是用离线版安装版本，然后他们东西做完之后要传到云端的账号。 那这个账号呢？他们自己我会让他们自己建一个账号，但是他的最后的作品要分享到我的工作室，这样也方便你收作品哈、哦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就我们在教学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我要一开始我一定先让小猫直接动起来，所以我就很简单让它移动啊、哦，你可以点一下，它就会动一次，点一下就会动一次。那所以。 啊，我就让它一直移动，所以你在呃控制这边就会有一个重复无限次，把它套进去。那这边有一个绿旗，就相当于导演的 action 啊，这个红色的就是卡啊，所以你可以嘿随时喊 action，但是喊 action 的时候要动的条件是，你那个剧本上面要有一个点绿旗，好、啊，那所以当我喊 action 的时候，所有有点绿旗的脚本都会开始动。 啊，所以他就就开始动，啊，动到旁边卡住了，对不对？同学，你要怎么解决？不要什么都教他，给他去找积木的机会，给他思考的机会。那也许第一次他比较不清楚，哎、欸，那你看一下哦，看一下你这个动作积木里面，哎、欸，你翻一下，有没有哪一个积木可以帮助他脱离这个边缘的？ 诶、欸，他可能就说啊，老师，我知道，我要面朝另外一个方向啊啊！有的是说，诶、欸，那这个碰到边缘就反弹，就让他们去玩一玩，好、啊，所以每一种解题会有不同的效果跟要求哈、啊，那解出来效果也都不同，没有没有好跟不好，就是看适不适合你的需求，好、啊，这个概念要给他们，所以每一次都让他们先想。 想了之后，你再让同学做示范，或者你再做示范，哦，碰到边缘，好，这样子就会在里面跑来跑去。然后你又发现一个下一个问题，诶、欸，他会颠倒头，会颠倒头哈、啊，所以我就可以去设定说，诶、欸，那我把它的设定，它的那个方向设定为只能左右旋转，那它就不会，它就不会颠倒头，啊，就只只能左右旋转之类的，所以就是。 每一步都让学生有思考的空间，有去实现他的想象的机会，有让他探索我有哪些积木，我可能可以怎样解决的机会。好，这个是我对初学老师，啊、呃，第一次要教 Squish 的老师的一个建议哈。好，那基本的，呃，因为这堂课不是基础课了哈。 所以我想各位老师先知道一下这样的概念，你要用什么角色去切入，然后怎么样的教法会上课会又好教又好玩又能学到能力，好会比较 OK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一个，好，各位这个就比较稍微难一点哦,哦，这这个对六位初学老师可能稍微难一点。 啊，这是一个九九乘法的一个程式。那这个九九乘法呢，它是这样子哈，就是我给它两个变数，这两个变数会 random 去跑出一到九的数字，然后一个当乘数，一个当被乘数，然后我就会问，就会呃问使用者，请问几乘几是多少，然后。 使用者要回答，回答完了之后要去做比对，啊，如果他答对了，就是相等，好，就是两个变数乘起来的结果跟他的回答是一样的，那就说你答对了。那如果不一样呢，就说你答错了。答案应该是什么？啊，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程式，我们来 run 一下哈，所以 action 一下。请问七乘以四等于多少？那因为我有放那个 Google 语音了哈，所以 它会有那个说出的功能，它在那个文字转语音，就是在这个扩充积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 Google 小姐帮你讲话的积木，所以你的问题就不会只有文字的、画面的，它还会发出声音哈、哦。好，那这样一个简单的模组，啊、哦，简单的模组，好好，那你就回答嘛哈，七乘以四二十八。 你好棒，好棒答对了。啊，就请问九乘以一等于多少？好，如果我这次答错，好可惜，答错了。正确答案应该是九。<好>请问九乘以三等于多少？好，试用一下，哈，试用一下。好，那也稍微看一下这个程式。好，那我现在要给各位的任务是。 好，呃，我要给各位任务很简单，哎，各位不能先看答案哈、哦，这答案在这里哈、哦。好，各位，请你把它改成数学的应用问题，然后算那个矩形面积，把九九乘法这一题的内容，请你改成数学的。 问答呃，应用问题算面积，好，我们给各位三分钟应该够吧？好，各位试一下三分钟，把它改成数学的应用问题，算面积，三分钟，开始计时。 好，各位坐一下哦。 好，改好的老师啊、哦，其实蛮简单的哈、哦，哎、欸，请你按加二好不好？ 好、啊，就是把九乘呃九九乘法的问题，把它改成算数学矩形的面积。 好，还有十十五秒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各位老师，我为什么叫你改这一题？ 我把答案打打开来看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哈、哦，这个九九乘法的。 呃，我这边多了很多功能，先不要理它哈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这个九九乘法的这个模组。好，这一支程式，呃，它的结构就是其实就两个变数，然后，然后询问一个问题，然后把这两个变数相乘，然后去做比对，然后比对对了就一有一个对的回应，比对错了就是另外一个错的回应。这一件事情，这个架构。 各位，各位不晓有没有发现，你数学课常常用这样的架构啊，对不对？你在教低年级，你要教学生练习加法，那你是不是把问题改成，把这个询问的内容改成加就好了？然后这边呢，这个变数本来相乘就改成加就好了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练习加法？没错嘛，哈，啊，加减乘除都可以用啊。 好，而、啊、而且你可以决定说，我那个很一年级，我只要到十以内的加法，而、哦啊、可能二年级就要到一百，你可以去定范围。那所以这个都是可变的，好，可变的，但是它结构长相是一模一样的，甚至是应用题，我要算矩形面积，啊，不就是长乘宽吗？好，所以你就把 a 当长，b 当宽啊，那你就，请问有一个矩形，长是多少？ 然后宽是多少啊？请问面积是多少啊？就是改那个问题的叙述而已，不是吗？好，然后最后所有的运算方法跟结构完全一模一样。好，那么所以同像这样同样的一个架构，你把它做出了这个九九乘法的模型。好，那这一支程式，这一支程式就是以后你。 有这这种需求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程式拿来套用，对不对？哦，就可以拿来套用嘛哈。所以我们现在套用的结果，请问有一个矩形，长是一公分，宽是八公分，分面积会是多少？啊，我这个是因为等一下进阶加加了一个其他东西哈、啊。啊，长一公分，宽八公分，所以乘起来是八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所以我。 回答八，你好棒，答对了。请问有一个矩形，长是五公分，宽是五公分，面积会是多少？好，假设我们答错，我们答二十。好可惜，答错了。正确答案应该是二十五。请问有一个矩形，长是一公分，宽是九公分。好，好因为看到他就会，他这个。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哈，它会多了记呃记录错误的部分哈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他在问问题跟他的这个整个算法是一模一样的，哦，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我给各位做这个练习，我是要讲什么呢？好，各位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。 总裁之力跟执行之力、哦，哈，现在这一个很重要这个挡住哈、哦，我也把它打开好了。抽象化的运算思维里面第三个能力叫做抽象化，那抽象化，呃，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。好、哦，它可以在 茫茫大海里面捞出重要的功能，捞出重要的架构，捞出重要的知识点，啊！所以茫茫大海里面捞到你的针，很迅速的捞到你的要的那只针的能力。所以你在刚刚的呃九乘九的那个范例里面发现，哎、欸，这个模式。 好像大部分都可以套用这个模式嘛，那所以九乘九就可以，你把它做成那个九九，你把它做出一个九九乘法的这个模式，呃，它就会变成你的一个抽象化的结果啊，变成甚至就是你的一个一个方案，你的卷宗，以后你遇到这一类的需求。 啊、哦！我要教乘法，我要教除法，我要教加法、减法，我都可以拿这个程式来给学生做练习。好、哦，所以你把九九乘九九乘法那个程式写出来之后，它就是把九九乘法那个东西抽象化，把这个程式抽象化变成你的一个模组。那当我们要去使用的时候，遇到状况、遇到情境要去使用的时候，你就会拿这个来套。 它、啊、只是修改里面其中小小的部分，就可以直接套用这个方法，哦，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一件事哈。好，你在呃解题的规律是一样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去套用。那这个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应用哈，比如说我们刚刚讲，如果你兼行政，你办园游会。 之后会产生一个卷宗，那个卷宗啊，那个卷宗呢，就是你的啊抽象化之后的结果啊，就是那个卷宗，我们叫卷宗 A。所以以后你要你下一届或者是你隔年你又要办原油会，你就要把这个卷宗拿出来做参考啊啊！所以把它整个抽象化到那个卷宗的重重点的这个能力，就是抽象化的能力。 那呃，遇到状况，觉得是这个情景要使用那个卷宗，那这个就是模式识别。好，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讲哈，因为一个是整理出解决方案，一个是看情况去套用解决方案。好，那么所以重点是这样哈。呃，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上数学课，啊，你在上数学课的时候。 你常常会遇到老师会教公式嘛？那比较认真的老师，他会跟你讲公式是怎么形成的，怎么推导出来的。好、哦，怎么推导出来的？那所以你在推导的过程中，好、哦，它是怎么怎么来的？你要把那个步骤重点给抓出来，步骤重点都抓到抓出来之后，它会形成一个解题的流程。 而、啊、这个流程，你就把它变成一个公式，然后之后呢，学生想要遇到这个情境，他就去套那个数学公式。好，所以这个一个叫抽象化，一个叫模式识别。那我们平常在生活上的运用，哈，呃，有些人会喜欢，比如说去看那个算命，好，或者血型星座，那。 你就会了解说，哎，像我是 A B 型的哈，然后又是摩羯座的，就是最机车的那一种，摩羯 A B 的哈。那所以像呃，像我老婆是 O 型的，我刚开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很难令人忍受的，就是每次吵架的时候，她就是遇到什么事情，她就就爆发，七啪哈、哦，就就发脾气。 那我就很不能适应啊！我摩羯座，我是 A B 型的，我就会把这个东西摆在心里，我心里会不爽。那我不会跟他当面冲突哈、哦，那不爽很久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，甚至一整个月，我都脸臭臭。那有一天呢，哎、欸，他终于发现了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这个月脸都很臭？到底是怎样？”然后我就会跟他说：“上个月。” 某一天，你你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明明明明是你不对，为什么要骂？为什么骂我？所以我为了这件事情，呃，不高兴的整整一个月。然后他就会说：“有吗？”好，然后这样相处长久相处下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啊，原来 O 型的人就是这样哦。 有脾气就发，然后发过就忘记，然后后来你去书局偶尔看到星座血型，你会翻一翻，哎，真的 O 型就是这样，所以你就会想说啊，早知道我学当初学心理学学的就要会用，或者当初看过那个血型星座，看了就要知道怎么去应付 O 型的人嘛，所以以后他生气我就会怎样，我知道他是 O 型的，所以他以后一生气。 我就啊嗯啊，就耳边风，听过就忘了，就不理他哦，因为隔天你跟他问的时候，他也说他也不记得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哎、欸，师母没有在后面瞪我，放心各位，因为这个例子我讲很多次。哎、欸，每一个成功伟大的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很温柔的师母在后面，所以你放心，他不会骂我。我都举一个举这个例子哈。 诶、哎，避免去伤到别人这样。好，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哦，原来这些呃，网络上新、外面书局上什么星座、血型、什么心理学，其实真的就是学来要用、哦、学来是要可以用的啊、哦，所以你就会去参考啊、哦。那我以后对应他的方式就要这样子。好啊，所以以后遇到我这种摩羯座 A B 型的，就知道小鼻子又小眼睛的。 就是会记仇的，所以，哎、欸，其实不会啦。哈。我们只要你讲的是对的，我们不会记仇啦。哈。好，那所以你就会知道说，说我遇到什么状况，我要套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处理。那所以，如果是一个抽象化能力很棒的老师，他会把他所经历过的一些公式、他的业务或者甚至班级经营处理的方法。 他都会弄出一套模式，好、哦、很多套模式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啊，班级经营啊，我要问那个小蚂蚁啊，那个什么，呃，语文，语文要怎么学？我要问那个温温老师，他有很多套策略啊、哦，我要找谁找谁，然后他用他的哪一套策略？当你有这样这样很多套策略的时候，哦，台台湾的教育最厉害就是叫你套公式，对不对？ 那至少，虽然你不会自己生公式，但最起码你知道我遇到什么状况，我要去套哪一个方法去解决。好，所以比较高等的能力是抽象化的能力。那比较普通的能力，至少我们知道哪里有这个解决方案，那我可以去什么情况下我会用到哪一个解决方案？我要去找谁？我要去哪里解决这？嗯，用这个解决方案来套。好。 那所以，呃，这是一个叫抽象化，一个叫模式识别，这两个互为一体的两面。好，所以回到刚刚这个例子，好，那各位发现，哎，这个城市的长相，它、啊、不就是九九乘法那个长相是一模一样，啊，所以以后你遇到这样的一一些情境，你就可以直接套用这一个程式，直接稍微修改。 好，稍微修改就可以直接套用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会像那个，呃，我其实上课还另蛮讲蛮常讲的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，呃，我们会把那个英文生字变成清单，好，或者英文句子变成清单，然后我经过感测器触发，然后把那个超音波或者是红外线挂在门口，然后只要被触发，就是有人经过。 那我就去请 Google 小姐把那个生字念出来，好，念出来让学生听到。虽然每经过一次门就会听到一次那个英文单字或句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英文再怎么难，学生一个班三十个学生，一个学生一天至少要经过你的门几次？十四次，因为七节下课出去上厕所再回来，一个人就两次，对不对？ 那是一天七节下课，就至少会经过十四次。三十个学生就三四百次。所以啊，你把那个这一周要学的二十个单词或二十个句子，你把它放在清单里面。那每次学生经过门，就会听到一个句子一个单字，那一天至少听到三四百次。请问你，如果你是英文老师，如果你是那一班的学生。 你一天听到三四百次的这个二十个单字，你学不会吗？我真的会不相信。我把这个叫催眠学习法。好，那所以从此之后，你把这个模组给了英文老师。那英文老师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每次教新的一课直接按右键汇入，把那个二十个单字直接汇入换成新的二十个单字，然后就 action，他就开始动作。 好，所以这些就会变成说，你有很多模式，你就会很好套。所以台湾的学生就是学很多公式，那就很会套公式。好，但是真正比较重要的是，刚刚讲这一个抽象化的能力，怎么去推导，这个是台湾比较缺的，但是这个可以，也是可以练习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哈，来各位在我们的城市里面。 来，请各位开这一个画多边形、三角形，这个比较简单。好，今天把它打开。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程式哈。这个我想，那个第一次学贵学老师应该也没有困难哈。 好，那这个下笔的画笔的部分是在扩充，啊、呃，扩展积木里面哈，这里有一个画笔，啊，你把它加了之后就会有，有这个画笔的功能哈，好，我解释一下程式啦哈，好，好，所以一开始，呃，我把画笔的大小设定一下。 然后呢，我直接下笔啊，然后开呃，一开始开始之前全部清除，那我就重复三次做什么呢？往前移动五十步，然后右转一百二十度啊。各位想一下，我这个是画三角形，对不对？画三角形呢，所以它这样走出去五十步，然后下一个要画这边嘛，那画之前它要转一百二十度，好，从这里到这里。 这个转弯的角度是一百二十度，好，所以这里到这里转一百二十度，然后再往前走五十步，再转一百二十度，再往前走五十步，再转一百二十度，好，重复这样的步骤三次，它就会画出一个三角形哈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猫，所以我 action 的时候，它就画了一个三角形，好，没错吧哈？那如果你想慢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在 这边加个等，每一步之前等待一秒哈、啊，所以当我 action 的时候，它会一秒画一条转，啊，好,好，这个程式是一个画三角形的程式，那我要麻烦各位改，把它改成画四边形，好，画四边形，那一样给各位三分钟。 开始计时。哦，把原来画三角形的改成画四边形的城市。 好，如果你的对象是学生，那你就开始跟他讨论。哎，那我要转几度啊？啊、哦，然后要做几次啊？然后让他们去尝试哈、哦。好，呃，好的，老师帮我打个加三。哦，程式都很简单哈。哦 哎、欸，所以其实，呃，老师们上课的时候不用一定每次都是一个全新的专题，有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小专题，让他们做改编的练习，哦，他其实是为了训练某个能力，你可以直接提供一个范例让他去改编，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上课方式，哈、哦。 好，这一题比刚刚简单多了哈，所以完成的老师快很多。还有五十秒。 好啊，如果在那种实作的过程呢、啊，像像这这个时候，我其实我在学校我会放音乐啊，但是放音乐的时候，请你注意一下哈，就是因为小朋友正在做实作，那所以你放的音乐不能带有歌词，就是纯情境音乐。好，这样子工作起来，诶、欸，学起来会很舒服哈。但是如果你放那种有歌词的音乐，它会影响你的思考。 好，因为大脑很奇怪了哈，就是如果有歌词哈，他就会开始想要去了解那个歌词的内容，他讲的是什么话这样哈，所以会影响你的思考。好，但是如果你放的是纯音乐，他就可以专心的在工作，呃，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。好，这是另外那个音乐音乐协助的部分了哈。好，好，那我想。 各位应该不会觉得很困难了哈，就是其实啊，就是把它改成什么九十度，然后重复的部分四次，好，所以一样 A n 之后，好，它就画四条线，转四次九十度，就画成一个正方形，好，好，接下来更难的挑战来了。 好，你刚刚已经多了一个。其实我应该这样子哈、哦。好，我我其实我在做这一题的时候，我会让他这个原来三三角形的部分不要拿掉哦，不要拿掉，放在这边，等一下要做对照，等一下要做对照哈、哦。好，那麻烦各位。 接下来的挑战比较大一点，请你做五边形，呃，正五边形、正六边形、正七边形、正八边形啊。可是麻烦各位在做一样画葫芦的过程中，你去想象哪些东西要变，哪些东西呃怎么变，那个过程中。 请你想一下那个规律是什么？啊，想一下那个规律在哪里？规律在哪里？然后哪些是会变的，哪些是不会变的？那会变的东西要怎么变？各位老师应该会知道我想做什么。我想把这个共通的架构抓出来。你已经发现这个共通的架构就是转角度。 往前走啊，几次就画几边形，对不对？啊，重点是那个角度要转几度，好、哦。所以，当你把这个重点给给提炼出来，把架构给提炼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画多边形的复程式。好，所以各位去体验一下，请你再做一个五边形。那如果 做完五边形，你还不知道怎么把重点提炼出来，你就再做个六边形、七边形、八边形啊。有时候学生动物比较慢，好，但是你要去观察它的关系。好，这个部分我给各位五分钟，你想办法再做一两个，然后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定义的复程式。好，开始。 好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抽象化的训练，但是这个这个题目对学员来讲是比较难的，哦，比较难的。我们可以找其他比较简单的练习哈、哦。那这个是为了给各位老师理解所谓的抓架构、抓骨架、抓重点出来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所以麻烦各位从画三角形到画四四边形到画五边形、六边形。 把蛛丝马迹找出来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画多边形的副程式。哦，笔记清除的。 笔记前全部清除的原因是我可能上一场有画了一个三角形在那边，那所以我希望我这一场重新开始的时候把之前旧的笔记都清掉。好，所以在你画新的东西之前要清除旧的笔记。你可以试试看，没有如果没有把笔记清除的话，那个原先旧的旧的可能还会在那边。 那如果你是画在同样的位置上，它就会被盖掉。但是如果你画的不是在同样位置上，你会发现那个旧的图都还在。好、哦，所以笔记清除是这个功用，就是把旧的图全部清掉。每一次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啊、哦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。所以我们习惯在写程式哈。哦 写城市的前面，尤其是我们在玩那个创客写开放一点的城市，我们前面都会有一个初始化的步骤。当一 action 之后，我第一个一定是做初始化。那初始化做什么呢？把所有的变数清空，把所有的感测器的定义重新呃定义出来，好，然后才去做其他的部分。好，这个是习惯上，就跟你电脑开机一开始都会做硬体检测检测。 好，确认硬体都没问题，才会进到 Windows 画面。同样的道理。好，那个抽象化是要训练的哈、哦。我想很多老师可能也很少训练这个能力哈、哦。但是这个能能力是可以让你成为学霸的能力。 你要训练小朋友会变成学霸，这个能力非常的重要。待会儿我事后会再做解释，哈。 啊，你去观察那些有变动的地方。 还有一分钟，加油！如果是平常上课哈，我们就会下去巡视，课间巡视嘛哈，然后会看到很多小朋友有很好的做法，我们就会大力的称赞，因为这时候有具体事实，所以你称赞起来会一点都不心虚，而且那个小朋友会感到很荣耀，尤其是平常那个。 在国音术啊那种课堂表现很不好的学生，你一定更要抓紧这个机会去建立他的信心啊，这样他会在这种学生在学校会比较经过那个电脑课之后，在学校会比较有信心，在学校活得比较快乐。这是电脑课的另外一个很棒很棒的用途。好，因为那个导师都在摧毁这些小孩的信心嘛，哈。 那只有在体育课跟电脑课可以建立这些弱势小孩的信心。我会非常建议各位老师。好，时间到了哈，啊，不要再挣扎了哈，快要吃饭，各位老师。好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，诶，这个步骤其实都一样，那唯一不同的就是那个重复的次数，好，还有这个旋转的角度。 然后你把那个五边形啊、六边形啊都做出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个规律。诶，我要画几边形，这个重复次数就是那个几边，所以那个 n 几边就是这个重复次数啊。好，所以这是固定的，固定等于那个几边形。那重点是这个角度，三角形的时候是要一次转一百二十度。哦，我们会在黑板上直接跟学用手掌跟学生模拟。 哎，我本来是面向这里，然后呢，你要下一步要走的时候是要这样转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转啊，转到这里，你看这个角度是外角，对不对？好，外角，好那、啊、每一次要走要转的是那个外角。那这个外角呢，你会发现，哎，那四边形是九十度，那五边形呢是七十二度，啊，就发现，哎，这外角不就是？ 那个乘起来就是几边乘上那个外角的角度，哎，就是三百六十度吗？那所以四边形就是九十度哦，两个乘起来也是三百六嘛。那所以你这个角度好不好算？简单啊，这不是 n 吗？那我就三百六除以 n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百二。三百六除以 n，哎，就是九十。那五边形三百六除以五就是七十二度。 啊，这样不就算出来了吗？啊，所以当你抓出这样的一个重点之后，那我就可以去做韩式积木啊，建立一个新的积木。这个积木就把它取名字叫做画多边形，对不对？然后里面会会有两个参数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我就加两个参数，好、啊，加两个参数，数字或文字。 那这个呢，就是几边，好、哦，就是那个 n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就是角度，对不对？但是角度其实要不要？因为你刚刚是从几边那边算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参数就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其实不用几边就好。好，然后我就按确定。 好，那所以我要做一个新的几新的那个副程式，我把它 copy 过来。那这里面呢，多边形的那个几边就是那个 n 嘛，把 n 放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是三百六去除以这个边嘛，所以我就加一个运算的数学的除。好，三百六再除以这个几边。 好好，那所以你的复程式做好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哦，你就多了一个积木，对不对？那所以，我如果要画三边形，我这里填三，那我 action 之后，它就画三边，对不对？我把速度快一点哈。好，那我如果要画四边形，我就给四，那我 action 之后，它就画四边形。 哎、欸，我如果要画五边形，我就给五，等等等等等，给六，哇，轻松愉快，都是只要这一支程式就可以。各位，这个刚刚那个过程就是抽象化，好，你把把那个三四五六七八那个边。 画几边形那个过程，那个运算的过程，你把架构、把步骤、把重点抓出来，把它提炼出来，变成一个复程式，那任何几边形都可以套用这个复程式去做处理，那这个就会是你抽象化的结果。所以从此，啊，我就更进一步，哎、欸，好，我加一个变数，好，就用这个买 Viable 好了。 好，把它显示出来哈。好，我就把它放进去。好，放进来。然后呢，我可以把它改成滑杆。你可以给它上下线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小是三边三角形嘛。啊，最大，因为那个画面的关系哈，所以你可能到很大它会会变形哈、哦。 那所以我就 action，哎，等一下，好好动一下哈。好，你就可以去滑动这个滑杆啊。如果要画八边形，我就移到呃画移到八，然后 action 有没有？他就画一个八边形。好，那我哎这个要换成那个滑杆哈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自由的去取用我要画几边形 action。 有没有？好，那同这个是抽象化的结果啊，重点是这个是抽象化的结果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刚刚的呃，我提供的那个解答，我们来看这个程式。 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呢，你看画三边形是长这个样子，四边形长这，样，画五边形是长这样，然后你从中间了解这个关系之后，啊，你发现只要一个变数就可以处理，然后这边可以用算的算出来，好、啊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变成定义，啊，变成定义，好，那就可以，然后因为那个画太多边的时候，它会。 碰到边边会卡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它一开始把它移上来一点，就可以画个画到十八边形，好，有没有？那再大就会再卡住边边了哈，就你可能就要做另外的处理。好，所以这是抽象化的结果了哈。好，那所以回到我们的刚刚讲这个抽象化的部分，呃，像我们做心智图，你从一个 啊、哦，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好了。好，当我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我要理解一个新的知识。好，那一开始你如果不是上课教的，就是你自己学的嘛，哈、哦。那自己学的，你可能就是上网看啊，去书局翻书啊，到处来的那个知识来源。那我的习惯，我就会把它做成心智图。为什么？因为做成心智图，你就可以把那个架构给理出来，一边看一边抓重点。 把它、啊、重点出来理出那个架构，然后那个细部内容就可以增加在后面做解释。那当你这些内容都很理解，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之后，这个有的句子就可以缩短成，比如说这个就变成大鱼吃小鱼，我就知道说，诶、欸，我讲到大鱼吃小鱼，我就知道我我是怎么讲它的内容。然后你慢慢的，你就会知道这些所有的内容范例，整个说起来，以后只要讲到系统拆解。 我其实是可以跟你讲三个小时，啊，就只要看到“系统拆解”这四个字，我可以跟你讲三个小时，好，那所以我就把那个整个这个这个部分的知识，把它抽象化，变成那个关键的词，所以你等于是说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把那个概念抽象化、精简、精简、精简、再精简之后。 变成一个点，或变成一个符号，或变成一个词，呈现在你的心智图里面，或者呈现在你的脑袋里面，变成一个知识节点。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，会让你越学越快，越学越多，好，越来越清楚那个架构。所以心智图真的很好用，拜托各位哈，那就好好的把它、呃、这个方法也带给学生。好，所以心智图，心智图很好用。 所以你一定要在教教学生的时候，去把这个步骤让他理解，让他带出来，然后顺便引导他。你学完这个这个呃大鱼吃小鱼，然后学完这个系统拆解、抽象化的步骤之后，你要去引导他说：“哎，我们以后啊，在学你去做任何学习的时候啊，你就。” 要把你你可能上网看的东西，就把重点摘录一下，啊，你上国语、国语、国文课、社会课、自然课那个重点就把它贴进去，啊，这一段的重点是在讲什么、啊，它重点稍微贴一下，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一个词代表的那个意义，然后都清楚之后，你就把它收起来好。好，我我另外有录影那个金石所专门课程，待会再做说明、啊 那就会抽象化，变成你的知识。好，所以你经过这整个抽象化，你东看西看，抽象化出重点之后，形成你自己的知识架构。好，那这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。所以，其实心智图的这个形成架构、心智图的过程，就是抽象化的过程。好，所以，呃，这是这样一个历程，跟各位做说明哈。那因为快接近十二点了哈，所以。 呃，在在进入呃在休息之前，我跟各位再说明一下。呃，各位，这个是我的网站，好、哦，应该一开始就要讲好。呃，我的网站是制造者时代，呃，文胜老师的创意天空。那我的部落格呢，放的比较多是一些 Arduino 的开发式硬体的一些教材教法，啊、哦，或者是一些教学的心得之类的哈、哦。然后重点是。 这个网站好用是因为，呃，我把各位科技老师比较常用的连接都放在连接区右边连接区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其实，在防疫的时候，很多我们教科技的网站这边很多都是各位可以用的网站。然后我们花莲县自己有一个限定的课程，那我都慢慢的录陆陆续在做线上的录影，都有放在这边的连接哈。 那所以各位也可以在这上面去看一些啊细部的录影的部分，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比较常用的连结会放在最新这边，然后重点是这这里这里，各位如果是教资讯、教科技、教创客的，这边有我这一辈子哈。 觉得我有学过啊，觉得不错的，我就会摘录在这里。哦，把那些网站都摘录在这边。所以，如果你是玩创客的、学学呃科学、学科技的，啊，呃，贵去的，啊，什么都这边很多很多的参考，欢迎各位去使用。啊，一键呃一个网站就满足你的需求了哈，各式各样全部都有。然后，如果你呃、啊、我以前有做过总务的。 事物的业务哈，所以我会把那个业务的部分也放在这边哈。那这个部分是我的网站，那另外就是我的脸书了哈。哎、欸，我的个人售后服务在这边啊。各位以后有什么任何的疑难杂症或者什么要请教的，或者是要交流的，或者要分享给我的，哎、欸，麻烦就加个好友，好啊，直接讯息给我。 哦，我都会回哈、哦，我绝对都会回哈、哦 <coughs>。不过哈、哦，现在困境是这样子哈、哦，那个快要到五千了，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加我好友我都没有理你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私私讯息给我，跟我说你是谁，大头贴大头贴长什怎样，那我再把你加进来。那或者是说你先去加我的朋友的好友。 啊，因为现在加好友都比较谨慎，所以那个好友 <laughs> 共通好友比较多的，我会先加啊，不然到五千我就不能加了哈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是售后服务的部分。那另外，我个人的那个 YouTube 的频道，好，那这边有有那个播放清单了哈，你可以去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这边播放清单这里，呃，有我。 大呃，大部分录制的内容，那包括今天上的课，我也之后都会呃剪辑放在这边。那我最近呃把那个 Arduino 的基础课大概完成了基础课程的部分，完成了九成，所以那些基础的应用感测器我都都录完了，整个系列都在这边。那我的录的课哈是有万国语言的，所以你比如说随便点进去。 那如果你的班上的学生有其他啊其他国家的，介绍一下，这边可以做翻译，都是属于输出啊，所以所以将来你要呃、哎、你要去做那个自工哈、哦，到各国去服务，你可以直接拿网站出来给他们看。哦，什么语都有了。Google 的好处就是这样，但做起来就比较繁杂哈、哦。 那所以，呃，各位有需要的话，就是可以加一下了哈、哦。那我想，我早上的部分先讲到这边，好，先讲到这边。那下午呢，就呃一点嘛，哈，下午一点，请各位再回来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文生老师上午辛苦的讲完三小时啊、哦，想必已经。 耗掉很多脑力了。那我们现在不耽误各位的时间了，现在是零三分，请各位老师把握时间，那个补充营养一下。我们一点的时候再继续听文成老师精彩的下半场的课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